now the next weapon is this digital twin engineers, coordinators, and managers. And this particular digital hub, twin hub, is really served the purpose of nurturing some more engineers, coordinators, and managers.这个交流活动非常有意义和特别，因为它为大家开启了两个很重要的时机之门。第一，它正好配合香港建造业未来的黄金发展期，为创科应用提供良好的契机。第二个重要时机呢，就是国家“十四五”规划讲求地区高度融合，共同发展。在此我提三点建议：一、加强协同，合力推进，共同推动粤港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二、迎接挑战，勇毅改革；三、抢抓机遇，共创辉煌。香港加快推动北部都市区的建设，积极推行 MIC 的新型建造方式，这些重大的机遇将有助于巩固粤港建造业界的紧密联系，促进粤港建筑业的优势互补，为大湾区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